好的，昨天我们相当的开心，这两天我们办完了接力比赛哦。那我相信大家都有在 YouTube 看到了哦。那我们的接力比赛终于今年的所有赛事，我们终于烧完钱了哦。那终于把它办完了。那健美嘛，健力嘛，那举重我们今年是不办的哦，因为我们现在有点不堪负荷哦，因为如果我们要办每一场比赛都要办到这么的漂亮，真的是哦，真的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。辛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烧非常非常多的钱哦，非常非常多的钱哦，所以我们今年以后每年固定应该都会两场。那这两场加起来的金额哦，我已经赔超过400万元。人家做比赛都在赚钱哦，这次孟多听说办比赛没有赔还赚。馆长的比赛400多万不见了，这400多万就是我辛辛苦苦赚的。400多万什么定义？可以买4台 C300， 可以给4个阿迪亚去帮我开枪做8+9啊。对对，一台100万嘛，买个4台，哦，可以养4个枪手，哈哈哈，养4个枪手啊，是是是是，那所以说这个比赛非常非常的辛苦，在这边还是不管是撒娇啊，在地上滚。亦或是说，阿管直接在镜头前面跟大家讲述，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，甚至是希望台湾未来健身圈、健美圈的朋友们可以多多买阿管的任何东西，我们才会有这样的经费。制造一个很棒的舞台，让大家来欣赏，或者是让选手有一个漂亮的舞台。什么叫做漂亮的舞台？它并不是只做一个高额的奖金赛这么简单。哦，其实我们的奖金也没有多高额啦。但是谢谢加入会员，谢谢。但是我们的用心，我们的用心，我们的这个为了让选手看起来有物超所值的价值，我们光现场人员光转播，你看花多少钱？在这边我知道这部影片大家都看过了啦。哦，那接下来我会播两部昨天快剪的影片，都是精彩的呈现。大家可以从这个敬畏上，从选手的备赛区，我们甚至这一次从选手的备赛区，这场备赛区都是一些不要的杠片、烂杠片。我们的备赛区，我们放了3台的比赛用家 Erico 的，我们放了3台的硬举板，所使用的所有的杠子在热身区的时候，所有的杠子，谢谢你的抖内，谢谢我们美女的抖内。现场所有的杠子杠片在预备区、在热身区的时候，一般人都拿烂的，我们都是拿全部都是 Erico 的，而且我们后场的备赛区超大，选手的休息区都有冷气，而且厕所干净、大地方大，你要怎么做，你要怎么休息、躺着睡觉都很舒适。我们厕所也都干干净净，非常干净，非常大的厕所，整个后场区规划的非常好。在这边从这两部影片可以看出，馆长不只是要让大家来有奖金、有奖品，还有一个现场的观众朋友，还有裁判组，重点是现场的每一个选手他的 take。他的那一些东西，哎，谢谢170块的抖内，谢谢周杰伦，
周董你抖内我就好了，周董你赞助我就好了，你帮我广告就好了，周董，不用你找什么原子小金刚了，好不好？首先请大家看一下这精彩的两部片哦，那我把它先弄一弄给大家直接看，谢谢300块的抖内，谢谢。首先第一部就是我们昨天，那也在这边感谢，我相信台湾历史上从来没有人，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两天的流量非常非常的高，总计现在有30多万次，我们总数有5支影片，都是我们这两天有2部精华，一部，然后其他3部比赛影片，我们3个比赛影片加起来30多万浏览率，在台湾的运动史上，甚至一些上新闻的比赛，甚至一些大比赛都没有我们这样的浏览率。谢谢各位。好，我们欣赏一下我们的这两天的精彩的赛事回顾镜头，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什么叫做全台湾最顶级的赛事。大家可以看哦，这是我们的热身区哦。一般的热身区，第一个没有那么大，第二个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热身区上面所有的，包含地板上的架子、椅子、钢片组合这些所有东西都是 Erico 的，所有你看得到的这些架子、设备，这就是热身区。那看这后面热身区有多大哦，包含这后面有2条长走廊。哦，可以容纳非常多人，哎。首先还是要非常感谢各位啦，这两天来的支持。那只要你有在线上收看的，就是很挺我们，很支持我们，哦，很支持馆长。那也请大家可以持续支持我们陈立山健身房。谢谢330块的抖内，谢谢。我们昨天晚上的背心，馆长这几天故意啦，一直穿那个背心，因为20号要卖，所以大家如果喜欢我身上穿的那件背心的话，大家可以在20号晚上8点之后就可以买得到啦，哎，就可以买得到啦哦。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我是听说好像有点问题，哎，对，我是听说好像有问题，那。希望各位哦，
可以持续支持我们的产品跟我们的健身房，我们才日后才有更好的比赛，日后才有更好的比赛，甚至是谢谢加入会员，甚至是各位看了这个我们的连杠片哦，我们这后面这个杠片，我们的这个架子，我们的棍子哦，都是全新，就是故意全新，然后来给大家使用的，连杠全都使用，也感谢我们的赞助商，我非常好，自己非常好的朋友啦，就是我们台湾 Aerco 的总代理，也是我们的总代理哦，那都配合非常多年了，配合八九年的朋友，他看我们办比赛也提供了，算卖我个面子啦，花了100多万，真的，一组100多万超过，全新的架子，全新的杠片，全新的棍子，全新的比赛用架，然后来我们这边给所有的参赛选手使用，对，所以你们当天的选手去摸到的所有东西都是全新的。全新的，对，那到目前为止，台湾有史以来从来没有人办过这样子的这么具规模的哦，这么棒的一个比赛，所以就是说希望各位可以支持啊，希望各位可以支持哦，希望各位可以支持，好不好？那70块斗内，谢谢你。我们长青组好像就没有分体重，我们长青组只是比个意思而已啦。对，好，那明年我们一样会有这样的比赛，但，明年我们的报名费又从4000块以上，今年收2000块，我实在连发奖金的钱都不够。更不要说一天高达80万到100万的整个场地人员转播哦，这些费用，我今年我花2000块，我连发奖金都不够，所以明年度我会涨价，包括我们的健美比赛，我也会涨价。我希望大家不要让我赔那么多了。人家一个健美比赛，人家收一收，你报几个项目收一收，人家收到7000-8000块一个人，我他妈一个人收2000块，人家办一个健美比赛，连你进来的任何人都要给你收入场费1000-2000这样再收，就比如说我嘛，我带一个朋友要来帮我备赛，也要收钱，我的比赛是2000块，还可以免费带一个进来，我真的觉得真的太辛苦了啦！哦，我觉得这样真的，我觉得，就是别人办比赛都在赚钱，我办比赛都在赔钱，而且赔没有关系，但这真的赔太多了，赔太多了。哦，所以这今年我光比赛赔掉了400多万，400多万哦，我电商差不多要卖个两个月半，就是还是希望各位可以支持啦。上个月烧掉了一堆钱，上个月五月份又烧了一堆钱去办一个健美，这个月又烧掉了更多的钱去办一个健力这样子，所以需要各位帮忙。需要各位广出去，也日后请各位觉得穿着 Notorious 的衣服是一种骄傲。全台湾现在很明显的，今年我们20，我不是臭屁，但是你说我臭屁，爱也可以。如果你想要跟我尬，我非常开心，我非常高兴，但是我深信，健力界、健美界应该没有第二个陈之翰了。有第二个，赶快跳出来。我非常喜欢，因为你跳出来对选手是好事嘛。哎，馆长，我的钱也很多，你别的看你没送，你是办了往后干你娘垃圾比赛，呸！哎，谢谢888的懂内，谢谢什么垃圾比赛，干你娘嘞！哦，是不是？哦，有一个董事长啊，没有呀，没有不好看啊，没有啦啦队啊，我做哇，吼、哦，干
钢管舞啦，吼、哦，什么小个咯啦，现场买集结一百个，一百多个在那边加油跳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然后这个你两个主播都要几乎看不到，都是遮什么遮奶头而已。啊、哦，什么北半球、南半球，怎么给他放在桌子上直播啊？放上来直播，这样你直播就有五万人看啦、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哦，然后什么钢片，什么多好的钢片，呸！我是郭台铭，对不对？我听着听不爽，对不对？我是哈、哦、饮料界龙头。哦，老大，我什么什么什么鸡巴、啊，棍子给我用黄金打造，钢片全部给我黄金，外面还镶钻石 ，Erico 这个给他点镶钻石，粘水钻，上去比，上去比，好不好？什么一场比赛多少？输成400，换做我，我一场比赛要丢4000万，4000万，嘿，好不好？哦，100多个修个喽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免费开仓入场，哦，那个人，我跟你讲，你6000人的座位坐不完呐、啊，你要准备6万人的啦，你要去租那个足球场啊，6000人观众一下就满了啦，真的真的，哎，不过真的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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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真的是很烧钱啊。所以我在这边讲说，台湾有史以来，我相信没有人敢办。哦，我故意这样讲的。那如果你听不下去，你听了觉得，我、哦、干你娘的官丢公威，你娘鸡巴的，啊，这把是台湾无人来哦，狂魔哟，啊，干你娘几百万，鸡鸡掰掰，天下配小配皮，抓小抓皮，400万对阮来讲，一个卡毛娘。跟你娘的官丢，我的塞你娘直直讲，挂嘴的直直讲，我干你没输，我了不起嘞，哈，操鸡巴！哦，你还跳出来直播啊开了，我唔知道你是像啦，好、哦，你又讲，来，我今年为年底办一个8000万的比赛，办一个4000万的比赛，哦，阿咧我就形象个啦，阿咧我就形象个啦，好不好？哦，阿咧我就形象个啦，哦。这时候，我们的丁特出来就说：“不是我想要讲馆长，我抽400万到底有什么好讲？我抽一个纸片都不止400万的，是不是这样？馆长这个人就是他妈的小不拉达的阿斯巴拉的，我们管什么长？哎呦，我林北抽个纸片都不止400万呢。”看你娘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哎呦，什么鸡巴比赛？我在我家电脑这样按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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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，就几百万上下了，还在那边，哎呦，比赛很辛苦，哎，比赛很怎么样？哎，丢脸，丢脸。哦，是是是，所以我们叫他特哥嘛，对不对？谢谢谢谢10块美金的抖内，谢谢 USA。所以我们今天叫他特哥嘛，哦，我们不是叫他小特嘛，就是相当尊重他，好不好？特哥，特哥并非浪得虚名啊，特哥并非浪得虚名，哈哈哈，是不是？好不好？我们自己好朋友特哥啊，我们自己好朋友特哥啊，所以的确啦，馆长办这个比赛的确是，我们今天把它讲回来，400万可以干很多事情。比如讲400万可以喝外送茶，压管喝外送茶喝到阳痿的几率非常高。虽然人家都说我是铁一般的老二啊，人家 外面谣传啊，馆长老二跟他妈的铁一般的老二屹立不了啊，是不是啊？但是呢，今天用400万叫外送茶，人家说铁杵磨成绣花针呢、啊，哈哈，一样会被磨细的，好不好？哦，400万是什么概念呢？400万一个，我们不要说像这个我们小雨这种便宜的988998，哈，是不是？哦，
稍微耐一下，规路直行直通啊，是不是半套变全套啊？我们今天就赚一个5000块，好不好？一个5000，一个5000块，好不好？400万，什么概念？什么概念？什么概念呢？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